下面我要请上台的这个人，就是您千等万等千换万换在底下等的汗都流出来了，我们巨星中的巨星，时间只会增加他的美丽而不会减少他的才能，我们的杨艳小姐。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你真是个好向导，让我在这一片美好的时光，我要赞美，我要歌唱。可爱的香格里拉，我深深地爱上了他，我爱上离开这山里水呀，离开这红墙绿瓦，仿佛是壮烈着生活，壮烈着生活，离开这粮食存储，离开这花着地呀，你是一幅彩色的画，还有温暖的春风，水洗清伤，我们就在他的炉灶前，我们歌唱，我们欢笑，深深地爱上了他，是理想的家，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Thank you very much. Happy New Year. 真的很高兴呢，我又来到了芝加哥，和各位亲爱的朋友同聚一堂，庆祝我们中国新年，同时更是庆祝中华民国100周年的建国纪念日。在这儿呢，真是与有荣焉，身在这个时代呢，还能等到这个时候，真是不容易呀。你我一样都非常的 lucky 的，是不是？因为有些人等不到，我们都等到了。刚才呢，这是一首香格里拉。那么我想，我今天晚上呢，要让各位时光倒流，
以往有许许多多好的、美好的回忆，就让我们一难忘吧。
望。告诉你，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相信我的情一定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我为你牵挂，只有我对你的梦想，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骂，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我看上一个明白，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一定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That's a great one. That's a really, really great one. 杨燕小姐您好，谢谢。这是我们的李曼怡，李曼怡是我们上一去年新年晚会总干事。谢谢，给你照一张相，谢谢。你看两个美女站在一起，你们可不可以猜猜说，他们两个人哪一个比较高？不是，两个人加起来有没有100岁？我不敢这样子讲啊，大概80岁，两个加起来应该有了。哎，我总觉得好像拿错了麦克风是吧？我觉得好像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杨燕小姐，对不起哈，因为你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唱家，所以我就要稍微插播一下。
OK， 然后要请你帮一个忙，请说。是这样子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大会要向所有的观众先致歉，因为我们虽然在两边的screen 上面打出来的字幕，可是很多人因为专心看表演就没有看到了那个字幕，就是关于我们 raffle ticket。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给您1分钟。就是60秒的时间去把您的 raffle ticket 这件事情把它给结束掉，就是你如果有 raffle ticket， 请你现在马上去丢，为了不影响杨燕小姐歌唱，我们特别给你60秒的时间，我们再跟您说抱歉抱歉抱歉，希望您能够谅解。好，60秒，有谁给我计时？OK， 好，哒哒哒，谢若你开始计时。那我们趁这个机会稍微聊一下60秒的事情。好好 好， 好。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我自个儿有点听不到啊，所以这个刚刚我跟乐队感觉好像没有配合好，要向各位大家致歉的。你是要求太高，真的是要求太高。刚才可以吗？不好意思啊，真的。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说过 ，CD CD。哎，对。CD 也没卖完。什么叫做 CD？ 哎，卖完了没有？卖完了，卖完了。OK， 你去丢 raffle ticket 的时候要赶快买一张 CD， OK？ 因为杨燕小姐她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说话算话。你把她的，我们把她的 CD 卖掉，她就会跟我们今天晚上一直唱唱唱唱唱，唱到明天天亮。其实我这张 CD 呢非常值得啊、哦，因为我是找请这个名这个制作家包比达先生呢特别给我重新再录制的，而且每一首歌曲都是我重新再唱过的，不是把以前那个旧的拿过来炒冷饭的。所以呢，你听那个苹果花或者是另外其他的我真的好爱你、相聚不容易这些歌曲呢，都是用这个电影的手法来制作，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收藏的。电影里面的女主角是你自己吗？是的，是我们自家的制作的。你刚刚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时候，你老公坐哪里？对不起，我没看到他坐哪里。但是我在舞台上呢，我的心里只有你就是各位观众朋友，在家里那就是他了。谢荣，60秒到了没有 ？That's fair, right? Yeah. 60秒到了吗？60秒到了。大家没有怨言的，对不对？我再跟你们说对不起，谢谢您的合作。现在我们就请杨燕小姐继续演唱。你要带的花呢，还是要给我？我帮你先代劳下去哈。谢谢 ，Thank you。所以现在我们请杨燕小姐继续演唱，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谢谢。谢谢我们美丽的节目主持人赵丽芬小姐赵医生。我想很多朋友呢听到我唱歌呢多半都是小调了，但是在民歌的时代呢我已经离开了歌坛，嫁为人妇去做贤妻良母，没想到这个贤妻良母一做呢就做了几十年了，孩子也大了，如今我又可以出来站在台上为各位朋友唱几首好听的回忆歌曲。我想现在呢这首歌呢我真是好久好久没唱，而且舞台上也从来没唱过，但是我今天的胆子就这么大，因为我知道以前大陆有一个民歌一个作曲家很有名，王若宾先生呢，他曾经来过我 Long Island 家里面，想到他之后呢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曾经学过这些歌曲。各位朋友你一定会唱这些歌吧？会啊。好，那我们就来，音乐一起你就知道什么歌了。大白城的食物平又平呀，西瓜呀大又甜呀，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漂亮。如果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镜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滴滴那悠悠，滴滴那悠悠，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段段溜溜的照在旁的溜溜的城哟，月亮弯弯旁的溜溜的城哟。这可真是我这一辈子没唱过的歌，还有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也是一辈子没唱，可是今天我就够胆，因为我知道大家呢只要觉得我来就可以了，所以当然前面这些都是小菜一碟啊，一会儿有大的这个丰盛的，那么我想现在呢，哦，现在就有人想要听花呀。听完苹果花我就回去了。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很爱花。讲清楚啊，我这个人是很爱花。我的意思说，我很爱这些花朵，不是人人一点都不花就是了。现在呢，我想要为各位介绍的这首曲子呢。各位 ladies， 那么学会是大有用处。那么先生呢，你听听呢，也必须要记住。我记得我在结婚的那一天，我在舞台上，我就唱了这首歌了。这歌叫什么呢？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呀，送你鸡掉吧，鸡呀鸡呀西地啊，送你送到小村外。路边的野花你不要
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记着我的情，记着我的爱，记着有我的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切勿不要把我来忘怀，切勿不要把我来忘怀，千万不要把我最后一句有没有很嗲？广东人他会说呢，香港人会说：“哎呀，你唱呢只歌真系好潮气嘅喎，系咪真噶？”哇，咁多香港嚟嘅朋友啊，大声啲嗌啦！你知唔知系二十号咧？我要去香港红馆唱啦！啊，刚才呢，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可是我一手一指，我说：“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哎，这位先生，这个表情真好，总比那些有的人说我天天采，还有的更恶劣，他说不采白不采。啊，这是一首小调的，那么。我在家呢，有时候闲得没事，那我想歌迷对我这么爱护，我总是应该要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给大家，所以我就自己填词谱曲做了一首歌。这个歌呢在 CD 里面也有，非常的简而易唱，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呢，特别的介绍给各位朋友。当然，学会了，你唱给你那一半听，或者是小朋友唱给父母听，男朋友唱给女朋友听，女朋友唱给男朋友听，都非常的好的。这首歌名就是我要对你说出我心里的一句感激的话，我真的好爱你 ，I truly love you。我都说了半天了，怎么没有回应？我说我真的好爱你，你应该说一句啊，大声一点。我爱你太简单了，我真的好爱你。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我真的好。你什么都抛弃，天昏地暗我也不离，我真的好爱你，爱你爱到我的心坎里，如果能和你在一起，天涯海角也要跟着你。二十世纪已过去，我们还没表的心。你若有情，
你的眼里，我真的好爱你，爱你爱到我的心坎里。如果你不快表心意，再等下去那就来不及。我真的好爱你，爱你爱到我的心坎里，为了你什么都抛弃，别无的爱我也不无力。我真的好爱你，爱你爱到我的心坎里，如果能和你在一起，天涯海角也要感觉你。20世纪过去，我们还没表达心意，你若有情我有意，何不尽快结为连理。我真的好爱你，爱你爱到我的心坎里，如果你不快表心意，再等下去那就来不及，再等下去那就来不及，再等下去那就来不及。我真的好爱你，我也爱你。我们来一句好吧，我真的好爱你， Come on， 爱我，老天哪，各位都天才啊。下一句，爱你爱到我的心坎里， Come on， 爱你爱到我的心坎里，耶 ，My God！ 下一次，如果不好意思对你的那一半或者朋友说，你就用唱的就好了，对不对？Yeah， 啊，你不会呀、啊？你应该要会才行的。OK， 那么我想，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美丽的小姐。Hello， 他已经听出耳油，大概忘记了。我真的是忘掉了，因为我有几个感想。第一个就是，如果路边有这个眼花的话，我一定剪。哪一个男人会不剪这个眼花、啊？哎，对不起，我已经是家花了，我。对不起，陈医师哈，我们今天是在节目上，所以就比较轻松一点。没有，我因为我跟他也好是老友了，好朋友，而且记得他。还提醒我，曾经的我是节目主持人，我访问他，今天我反过来被他访问，好像角色真的有点反过来。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当选的美姿歌后，是啊，对，然后我第一个被接受访问的就是由杨艳小姐去她的正声广播电台。对对对，那个时候主持好多节目。 对，你那时候还很嫩呢，你才刚刚怎么比赛第一，现在也不老啊。口语口家花眼花都香，没，这讲话有点口头有病就是了，不能说老。我们是越来越成熟啊，是的，对，越来越可爱，对，越来越美丽，对，越来越迷人，对，越来越妖艳。还有，后天是 Valentine。 Yes， 我刚好回纽约，15号就飞香港。赶快把那个我真的好爱你啊，赶快好好的学下来。Valentine Day 2月14号就可以唱给你的另外那一半听。不要别人唱，你先唱一句好了。我真的好爱你。我怎么可以对你这样子唱呢？我们岂不是有问题吗？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从心眼里面喜欢一个人的话，对谁都可以表达这一句的。我真的好爱你。哎，对不起，您走了。
你唱成我想你了，那是大陆的歌，不对，我是我做的，杨燕做的。我把你改一个调，就变成我赵丽芬做的。大陆那首歌叫《真的好想你》，我这首歌叫做《我真的好爱你》，有个我字。大陆那个《真的好想你》没有我，那么到底是谁爱谁啊？谁想谁？而且我觉得那个想啊不够 detail， 要爱才能够到位。That's right， 对不对？我已经融化掉了。OK， 那么我想呢，今天呢，带了个小朋友啊，对，因为我这件衣服我得要换一下，非常的美丽，腰是腰，屁股是屁股。啊，当然了，我不能说把腰长到这儿来吧。本来是我想问杨燕一个问题的，好，请说。你那么多才多艺，然后做过那么多的事情，不敢，然后接受过那么多的挑战，在你的一生中让你最得意最骄傲最痛苦痛苦不会最得意最骄傲然后最困难的挑战是什么？其实呢，我在歌坛走了这么多年呢，当然也有一些波折，但是这些波折呢，只要是迎刃而解就可以化险为夷。那么我这一辈子呢，我觉得最值得安慰的和不敢说骄傲了，就是从苹果花呢已经开花结果了，结了两个苹果，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一个公一个母的，请问那母的今年几岁？二十几岁，不能说太大了。二十几岁结婚了没有？还没有，小姑独处尚无郎啊。我们晓得杨燕小姐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也有一个非常英俊聪明的儿子。那儿子呢不太跟妈妈，所以这妈妈就总算塞奶把女儿给带来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杨燕的对呀，对最骄傲的成果。对，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啊儿子女儿都上班，各位我想你们一定有经验，孩子一大了会不会跟你在身边？不会，可是要自己动脑筋啊。他有个很嗲的妈妈。因为刚好我就告诉女儿说，来来来帮我一个忙，请你帮我化妆，今天妆是她化的。哦，好美丽哦，早上我应该叫她帮我化了，亮晶晶的，我都没有亮，你看。等一下再给你补好了。那么我说那不行啊，妈妈唱得很累啊，中间你要帮我一个忙，你来表演一下。她说我又不是歌星，我怎么能帮你表演嘛。我说没关系，大家会原谅你，因为我要换衣服。所以我想现在呢，对，就让我们现在就请 Kimberly Chan。 你们千万不要听杨燕这样子讲就想说哦可能不怎么样，实际上非常了不起。 Kimberly Chan、oh, Here is you。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